今年是圆棒协成立30周年，因此特别在本届关怀杯开幕后举办圆棒协会员 OB 赛，许多传奇球星齐聚一堂。在顾问郭元志开球后，比赛揭开序幕。哇，这个阵容有应该年轻的，最年轻的到最年长的应该有差到30岁了。那边的董子浩嘛，董子浩如果跟大郭的哦。差到差不多，搞不好有40，不到40啊，35有啊。一垒手，一垒手怎么那么肥的？耶啊！那个动作是多余的，多余啊，多余啊。好球，好球！手背怎么样？13-3这个手背怎么样？这个整个都很流畅了、啊，就是他那个肚子有点卡卡的，要不然刚刚那个动作应该会更美一点的。三连手抓起来有嫌疑啊！停下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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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，哈哈哈！第一次看到哎，球打破了，三人出局。听完国庆精彩的讲评后，接下来带大家看今天表现最亮眼的蓝文成教练。很高兴哦，这次能参加我们圆棒协办的 OB 赛哦，虽然是短短的3集，不过内容真的很充实哦。我们几个 OB 会员，尤其是创始会员都非常高兴。那当然啦，今天场上我那边的状况还蛮多的，不过我都还能处理。那最后一个高潮点应该就是换我打的，那我们就提议说由我们的理事长林志胜来代打，哦，看能不能带起一个高潮，一个进攻的气势哦。那好在他有上垒，然后再上垒带跑。以前在学校他也没有在，他就是在旁边去指导，比较少下来会亲自指导这样。然后看到他，他说哦，都这么老了，他还可以这样子，什么都蛮厉害的，就是还是一条龙啊。听到大家喊优秀的时候，听到真的很温馨，因为毕竟以前这些小朋友都是我带过的，那反过来换小朋友来支持鼓励教练喊优秀，我真的很开心，也很欣慰。对啊，大家都帮他喊了、啊。因为那是他的口头禅，然后大家都学起来，应该每个学长都会学他，人家优秀。